天降宝书，意在度化众生，为继职三期末法，各大政教无不戮力弘扬教义，各度有缘，然则上天缘和独中鸾门。此五圣悲悯，自请号命入世，方方阐教，处处济世之外，实为鸾门以目比沙盘，神人合一，彼以传之圣训，进而编辑成书，广赠有缘。借此文字因缘之广布无远福界，乃能深入人心，气引根气，启发向善，向道之初心。今日贵堂再领天命铸造新书，是为因应皇母接现大道，广深道末，也言各地，是为三期末法之间，广受诸众有缘堪可契入之圣意。然则自古以来佛魔并降，大道虽曰深入三教九流，但亦多魔考之衍生，诸众有缘接受佛光普照，亦有受到魔考纷扰。只是故天班宝书犹如暗路树立明灯，指引诸众有缘亲近道场，修行道成之际，当可立即得见光明指引，必亦减少魔扰，增进修行，借而发露慧性根气。今书已颁注，吾为诸众有缘额手称庆，唯恐失之交臂，特殊改言平练书前，以与诸众有缘共勉，是为序。功过善恶是否为同义词？乍看，功即是善，过即是恶，甚似相通，但本质上是区分为功过专用在修行之人，善恶则适用于广泛大众。何谓功过？功者，修行过程中累积三不施均为功；过者，举凡起心动念邪起，虽未行见即已有过，或有言行未居心陷害他人，唯有他人受累未致重大伤害者，另有言语无心伤害或谤诋，均属为过。因此，过者即是小之恶，未及牵连大众。为修行之人欲断功过，必须由今生之功扣减今生之过，实得评断今生是否尚有余功。三千功之计算，即是据此而论断。何谓善恶？善者见义勇为，助人困厄，举凡于他人有益者即为是善；恶者言行蓄意伤害他人，乃至行为暴力等等，危及无辜大众者，均属为恶。功过评断修行之人，则善恶评断一般众生，是何结果？修行之人积聚善功，当然必先扣过，则基本上具备神思之三千功，持续累积若达三万功，当然扣除基本之三千功后，可以转换八百果，唯一果是为一万功。因此积功不易，应由修内果精进。一般众生之善者，因为无修行大道，未积三千功八百果，因而积善则求得福报，依天律及铸成之命相，使此善福或今生显成，或来世之福报。恶者积累，先不论受阳法所制裁，其积恶仍会形成因果轮回讨报之一大动力。修行之人是否可能积功又行善，亦即求积功果又求福报？当然可以，但众生需明确了之，在道场修行，虽然力行三不施，积功有余，但未必有行善积福。无前举一例而言，有道子求修大道，发心清口，修办不遗余力，但是平素口无遮拦，喜欢开玩笑，却涉及无心间伤害他人，甚至在家中不论对亲长、夫妻或子女，乃至兄弟姐妹之间，有不善言语或怒骂、不雅言辞，如此扣减下来，恐怕不但无功，过犹要比功大。而一般修行者常自认三施并行，修办精进，一定功与善大过于过于恶，无系加息论，恐怕未必，愿修子免之。
盛世吾今夜乃班老母，亦赐晨钟暮鼓繁丽，老母亦是神人免贵。班宣一旨，凡铸造本书期间，门下贤生乃至诸众有缘护持者，坠由护法神司免其一次灾难，凡全程护持之人免其一次死劫，并坠由东天护法神司协同南天耳司协调，急速召会冥司，以期确切免劫。凡铸造本书期间，即以法师班宣劝化周遭，准予一次即免一灾，若长期持行，坠由东天护法司派令护法随护，并准报转知南天一律习福。凡著书期间，发心转知各地善众乃至护持注意能事，准由南天有司一律即行会之冥司，若有挚爱逾越三司职权，准成无极。凡著书期间护持读诵乃至篇章列于书案，准由南天东天监察护法二司，可以驱离无关灵众，不害贤良。凡著书期间有重大伤病乃至事端、灾祸等事，准予先行承办化解，若已发生者，准予三司协调，大化小，小化无。凡此诸例，不但著书期间适用，而后再行翻译一并适用，著令各司依此繁例先行登注。为娘颁此繁例，并已转会凌霄，故甚愿诸众执司勉力而行，更愿尔堂神人戮力以赴，无负慈心所盼。